哎呦吼，还挺酷的。帅哥主持人好，欢迎欢迎。哇，这小裙子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刘畅，今年25岁，来自齐齐哈尔，是一位魔术师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谢谢。25岁，年轻的魔术师。二位哥哥录制这么久，想必一定口渴了吧？不，口渴不渴，困了，困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为二位哥哥准备了饮料。哦哦，能醒神的。下面的手法非常专业，没有气儿，倒饮料，里边有玄机啊！正常打开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谢谢。这有啥掌声？倒点可乐有什么掌声？哪位哥哥想要喝，请举手示意我一下。帆哥，来喝喝看。你真的喝了？我天，魔术师的东西他也敢喝？我想喝一点奶茶。给鱼哥也倒一杯。没关系，没了，我是魔术师嘛。好朋友们，接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时刻，注意。怎么了？这个现象叫做时光倒流。哦吼，怎么冒烟了呢？随着时光的倒流，我们发现瓶身在逐渐的还原。等一下，瓶口处还没有复原，光是这样怎么能显示出我的功力呢？仔细看，各位，饮料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这杯饮料送给鱼哥，拿去品尝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再来一瓶。哎呀，这个功夫好，我打算再学一下啊。这样，给二位哥哥再来点情调如何？哎，好好好，好 ，OK。情调，什么是真实？什么是虚幻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你怎么变个魔术怎么恶狠狠的呢？哦呦吼，谢谢小金鱼儿，祝二位哥哥一帆风顺，年年有 余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要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啊。这位选手他跟很多人魔术师登上这个舞台的初衷不一样，有些人想通过这个舞台学到一些东西，有的人想通过这个舞台让更多人知道自己。其实我们的这位选手刘畅，他登上这个舞台是为他的妈妈而来，对吧？是的，我来自于一个单亲的家庭，多年来由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将我抚养长大。妈妈怕我受气，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再婚。在魔术的道路上，是妈妈全身心的支持了我。通过学习魔术，我会认识到身边很多的朋友，希望能够通过他们为我的妈妈寻找一个有缘人来照顾她的后半生，这就是我学魔术的原因。但是妈妈的心愿则是让我先找到一个女朋友成家立业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谢谢。介绍介绍妈妈的信息，或者你期望未来能够走入这个家庭，或者帮助妈妈共度难关的这样的一个男人应该是什么形象？我希望能够帮助我的妈妈寻找这样的一位有缘人，他温柔、大方、善良，有一颗深爱我妈妈的一颗心，爱着我的妈妈，爱着我就可以了。虽然看上去他说的越认真，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啊越有意思，可是你想他出发点其实特别好，就是很坦然的接受家庭的不完整，而且特别真心的希望妈妈能够再次获得自己爱情上的幸福，对吧？对对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说出我们的口号：是金子终会发光。好，加油，请登台。黄金100秒计时开始。
我觉得他头上戴的那个头巾一定有玄机，会不会他头巾里边有两个鸽子？哇，他怎么有这么多牌啊？我先问一下，后边的照片，这都是你的照片吗？啊，都是妈妈的照片是吗？很有心啊，来，掌声鼓励，挑战成功。很有心的一位选手啊，留下这个送给妈妈，好不好？给妈妈的金项链，希望你和妈妈都能幸福。